Easy to play。你谁？渔夫？跟我们说发生什么事哦？我是公园。没有眼睛的。町では死がない漁師をやっていた。まあ、まさかあの海賊姫が率いる船だとは。ビンボン。こんなことになっちまって。一体これからどうすればいいんだ。可怕又可靠。失控发狂。打杂，体力活，当然可以。破坏力上升，预判潮流，钓到的鱼交给他，睡啦。休憩にしよう。这样我们感觉先绕一圈，把问号的都解解更好，因为就会有像这种的。基本食材，它在上面。硬着头皮上。魚はも。哦，左边有获得的物品。就把鱼给他钱，给他鱼，然后就可以变成左边那些物品。哦，玛瑙，哇，100基本食材。但我们不确定有没有别的用途，先不弄。多钓的鱼再给啊。感谢馒头。挂台没问题。那还好啦，我们副频道这个观看没有差，没有特别要挂台。你好。最近那个学测也要来了，大家学测加油啊 ！L2 又来了。挑戦みてえだな。覗いてみましょうか。欸，可以了欸。对啊，你看之前都不行，我这个一按就有了。どれどれ。所以感觉之前真的应该是有什么东西卡到了。みんな。我也不确定。たまには休憩してね。怎么合作？撞他！误会，还不是会卖。人类呀，啊，哦，人家平常不是跟人类哦。可以买那么多，我来哟！基本食材，掉了，这感觉要哪一点？但我不知道我们药草算多还是少。
ほらよ、あとはどうする？また会えんが。也是啊，我们之后有要再直接传过来，全速力で行きましょう。不用那么着急。再一个海战。敵戦だ。囲まれてない？ここだ。発射します。オラオラ。没中。送你！转向！喂！みんな！勉強強。確認しないと。好，那就按照我们的计划，先把温浩的通通拿到。对，之前的我们要再去走一走。不晓得为什么换肩可以了，但感觉有可能是上一次我们不是有一个小弟说什么望远镜修船的那一个。上陸してもいいかもな。新的岛屿。よし、上陸しよう。库兰加岛。呵呵呵。好，出去就。有格调，当然要看看啊。哦，注意哦。好爽。瞬间都练满了，下上这个还蛮舒服的，上面是这个，那这个吧，利剑连击，不断的攻击。没种子啦，好像我们可以精炼红色以外的，红色的很少，蓝色67，黄色也很多。我们现在一点蓝色好了。这样我们已经攻击威力型，再持续用这个会怎样？超威力型吗？比较不清楚。哇，那这也是蛮贵的。普通级闪避。只是二星珠，这也是节点一，
这也是二吧？这是不是二？我们看一下，节点二，好像看出来了，就它外围有没有有点银色的感觉？就是节点二，是吗？好像也看没有弄出来，上下，这也是节点二吗？节点二。上下有圈圈，那么这上下左右，嗯，这个是可以放二阶的，哎，那就可以跟这个换。能放二阶，放二阶，舒服。Lucky 啊，随便啊，我觉得那个没差多少。灭火器。女神像。闭上眼睛的女性，用看着不就？那个渔夫也是闭上眼睛呢、啊。嗯。怪物快逃啊！这么悠哉。算了，いや。刚好有新鲜的鱼被冲上海滩。太神了，哦，其实有人不断的在帮助他。偷拿你家宝物，勇者。やったね。OK。啊，这个就先留着。